右前臂痛和发麻，对，还是那个啊，还是那个毛啊，曾经想要做个大非常大的雕像，但是他不，要下面人去拍马的人给他做才行呢，他自己喊着要，哭着喊着要做一个大雕像也不行呢，关键问题，人家的地球上的人的那个，建筑能力啊是有限的啊。大小啊，不能无限大，建不起来啊。所以啊，一直没实现啊。刚才我一个动作啊，手挥了一下啊，中间一个大雕像，比老毛啊想象的大得多的一个雕像下来啊。这个雕像是带能量的啊，从此改变了这个世界，进入了现实的啊。这个把一挥的时刻，这边胳膊痛，叫那个右手手指发麻啊，右手手指发麻，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